快吃哦，你们喜欢吃的糍粑哟。糍粑有酱油的，酸的甜，丸子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该上来了，买小糍粑看来。妈妈，爸爸怎么还不回来了？我就下课了。不就说下课就回来吗？我好想好想爸爸哟。要嘞，爸爸马上都来了，你不要着急嘛哈。自从曾哥回来在重庆上班之后，我们就约定在不耽搁他工作的情况下哈，隔两个星期回来一次。又隔了已经两个星期了，所以他那个礼拜又要回来。本来说昨天晚上就要回来的哈，因为昨天下班太晚了，收拾一下都10点多了，他都说今天一早赶回来。但是今天一早现在都已经快12点了，还没有到家。刚刚打电话说快到了，我们就在那里等他。我早上起来都没有看见爸爸了。我昨天晚上给他说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能看见爸爸，结果他爸爸从来没回来。眼睛都往长了，你穿的不冷了？就是今天还有点冷。嗯，人家都穿羽绒服，穿棉衣。爸爸，下次我给你留个这个。你给我留了，宝贝。哇。以前天天晚上都要磕，从昨天说要给你留过后都没有磕了。真香。走了，去吃饭了，哥哥还在等你哦。走吧。走，你知道大伯回来了吗？大伯。不知道。不知道啊。走，我们去找大伯好不好？啊。恁个冷还是的，你穿个牛仔也不冷吗？换个厚点的。你只有那个浅色的，那些都在妈那边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他永远不会堵车，呜呜，在这里啊！走得恁个快去吃啥子？哎，不是说好的吃串串串火锅吗？想反悔着？我哪个时候说过的？啊？你看你妈妈又要两个小菜米，两个小菜米，给我1块钱噻。还有没得？耶，全部给我呀，全部给我啊！我有。亮哦，哎，你看杜小叶，他比哪个都还懂。我拿几个。那些恁个多牛肉哎，折了根香菜牛肉，多拿点嘛。吃串串肯定要拿点小劲儿噻。那个好吃。嗯。脆哈脆哈的。多拿点。6块钱啊，莫拿多了。黄金的最重要的你还要个啤酒啊，昨天哥哥都没喝，今天也喊人家喝。喝点吧。你今天把妹妹照顾好啊，你跟妹妹坐一方哦。我们奶奶的。啊，我知道你的安全蛋。我们奶奶的。那个叫鹌鹑蛋，不叫安全蛋。鹌鹑蛋。快点煮球饿喽。来帮你煮着点。嘿。煮巴适了噻。来，你们都辛苦了哈，多吃点过来。来，干杯。年头那个也熟了哟。那个塔可以倒了吧？那塔可以倒。
好了，现在可以吃了，熟了熟了。你两个都是吃面。那是那个是包煎的。这个毛戒指好粗一根根的，要不然他那么开的其他四根签签哦，他不仅大还好吃，那是哦，看你们也试一下嘛。好的，嗯，快吃哦，你们喜欢吃你吃吧哟。吃吧，有酱油了，酸酱酱酸这个他该上来了买小吃吧，看来啊，你们两个今天过我哈，爸爸你们两个怎么在笑啊？哎呀，还有我酒少喝点没得关系。